下第三下应该 A 不到啊，还是被一个 Q 守掉。刚才本来想利用这个大招的加速效果去追一下图坦，没想这个图坦也是有鞋子，而且移动速度也挺快的，有一个 W 的效果，所以说跑开了，这是自己的一个失误。火女一级大加速只有80点，所以说效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明显啊。当然这也并不是没效果，只不过没有我们想象的明显。好，中路线兵线不好了，我们现在过来清兵线，还是一个 E 技能直接交这个 W 把兵线清光。抽了根烟啊，声音刚才突然是不是咬字不清了。火女这个前期的高伤害可以让她直接清掉一波兵了，这个确实非常的好用。好，我们前期选择负 W， 中路如果还不来人的话，那这个塔就要被我带掉了。哦，他们选择来人过来支援了。好，这个哦，坏了，这是直接拉就直接秒了，我这边不忍了，直接选择买活。这个图坦见面直接交大，那这个是没办法的。好，但是现在图坦貌似没有大了。好，没有大，我直接开技能冲过去，然后直接交大交 Q 交 E， 然后开始追这个忘川，这忘川肯定是死的。好，这忘川死了，我们依靠这个技能往后撤一撤。我们现在勾引一下这个图坦，现在图坦已经没有毒了。好，看他会不会往上走。好，直接交 Q 交 E 交 W， 好，这是双杀。这个图坦应该是毒的技能已经回复了，选择回来跟我拼一波，然后没想到这边我的 CD 回复过来，这一波爆发带走。好，这边小鹿打一个下单，哎，这是 AD 小鹿啊。猎魔选择直接带出一个暴击来，低分段，这是2000多分，就是这样，装备什么都乱出。好，清掉野之后回家选择还是先带出一个王冠吧，因为前期确实太脆。哎，感觉下路有机会。哎呦，这两个反伤直接秒掉啊，这伤害有点高啊。这个石甲现在这个血量我一波技能可能带不走的，但是加上龙骑的爆发，哎，小龙女来了，让她先 Q 我。好的， Q 到我之后给 W E 接 W 接 Q， 然后 A 死。好，现在三个人也在下面杀这个龙骑，龙骑能稍微刚一刚，我这边有大就能支援了，但是托坦先有毒。好，我先躲一躲，然后直接开大，炸掉这个石甲，然后接控制，然后直接接 W， 然后 A 一下，好，秒掉这个石甲。好，但是现在忘川来了，我现在得控，哎呀，队友的支援现在确实是不大到位啊，现在除了我这边发育的比较好之外，队友这边还是比较惨的。这个英雄像我之前说了，他并没有拯救世界的一个能力，他只是前期可能伤害会稍微高一点，到了后期还是得吃队友吃的比较厉害。好，我们现在选择出这个直接憋棺材，先不出这个吸血了，因为现在伤害确实是有点高。好，一下接两下，哦，直接带走了。好，这个丛林被秒掉，应该也要死了。好，那现在是队友这边崩了一个节奏。好，这个没关系，可能一波劣势分分钟打回来了。好，往后撤一撤，看看图坦有大能不能拉一过来。好，这龙骑直接先上了，这图坦应该不会走的。然后我交一个 E 技能 E 中这个猎魔，然后直接交 W，然后交 Q， 然后能不能晕住人。好，这时候开大吃到足够的伤害之后开大，直接往后走。现在对面是追不上我的，然后现在猎魔没装备，这猎魔没什么装备，所以我不怕他。然后接着开大利用这个加速效果往前追，但是现在貌似追不到人了，看这石甲，我怕他石甲会回头打我，所以说我现在稍微猥琐猥琐。好，这时候石甲追到之后一个 W 加一 Q 直接秒掉这个石甲。好，现在忘川支援过来，这忘川的伤害现在确实比较高，哎，这图坦又被拉走了，应该是要挂。好，但是这时候小鹿过来，然后直接交 WQ 直接秒掉。小鹿现在正在给我们加血。
这就是前期我说的火女的一个问题，可能一波爆发之后，下一波它不会有太高的输出了，就是它的爆发只能持续一波，所以说，大家还是，需要计算好自己下一波伤害的 CD 吧，要不然真的不好打。好，还是交 E 交 Q 晕住这个猎魔，然后交 W， 但是现在伤害，哎呦，这个忘川的伤害现在确实有些高了。我们现在这个，哎，这个小兔子不知道在打谁。现在这忘川的伤害确实是有点恐怖了。而且我现在已经比较肉了，带出一个王冠来，但是这忘川还是一个大招秒我，这只能说明队友这边确实做的不够给力，毕竟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上十级，对面已经上十级了哈，这对面都14级、11级，我们这边全都9级、10级，还有一个8级的，这个小鹿出了个 AD 装，不太理解。这个图坦前期这个装备不太好秒，现在还是先发育一下吧。队友这块的下路团，我们的塔还是有些优势的，如果说现在塔没优势的话就已经崩了。龙女这边也是比较肥，面具了，还是想办法去杀一下这个忘川。哎，为什么不去后台秒这个忘川呢？好，这是直接秒掉了两个。我现在一定要站在队伍的最后排啊。好，这个图坦也是晕住，注意一套技能秒。好，这个一套技能没有秒掉我，忘川现在没有技能了。那下一波我们可以打得比较强势一点了。好，小鹿现在把我的血也加满了。好，那这波我们可以稍微强势一点了，直接冲到二塔去了。好，我向队友示意一下，接着拆，这个完全可以接着拆的，拆拆拆，朋友们上啊！好，直接交掉，秒掉这个猎魔。有石甲的护盾也没有用，还是一套技能直接秒掉。所以说，火女这个单套爆发的伤害绝对是足够的。现在就是控制一下这个忘川，不要忘川秒掉我就好了。好，我们再等一下技能，一会儿图坦技能回复过来，在这里还能打一波。好，我给队友发个信号，这一波还可以打，并不是不能打了。好，只先秒到这个龙女，秒到龙女之后，现在这个图坦拉我们的图坦，这个没关系，图坦还是比较肉的。好，等一下技能 CD， 等一下技能 CD， 然后这时候开大直接冲过去。好，先E住这个图坦啊，可惜他不让我放 Q 啊，这个没关系啊，还是 Q 一下这个图坦，晕住之后，哎呀，这个忘川大招回复了，这个忘川这局的大好像全都给到我身上了吧，没有给别人。好，先注意吸血吧。所以说火女其实并没有太多天敌啊，可能面对忘川这种前期超高爆发和伤害的英雄，这两个人明显可以秒掉这个忘川，晕住之后就秒掉的。除非面对这种前期忘川这种拥有超级高爆发的法师，可能他天敌并不是特别多，毕竟大招可以给他提供一个加速，包括等出到这个吸血之后，可能站在人堆里面不被秒掉就基本上不会死了。好，这小鹿应该被秒啊。还不走吗？还在这里浪，再不浪，再浪这三个人都要交的。好，那恭喜这三个帅哥们，要残忍的被秒掉了。好，那坚持，我就来了。好，那这个直接秒，我有法术吸血的，等我这边稍微坚持，我这边稍微坚持，回去给个 Q， 然后 A 一下这忘川，忘川被秒掉。哦，还好。哎，真的挺讨厌这个忘川的，伤害确实是有些高，而且队友们支援的确实是不及时，感觉
刚才那个也是有点冲动了，确实跟这个忘川仇恨太大，这局死的全死他身上了，就各种扔大招给我。我现在装备明显比他好，但是他现在还是可以一套技能秒掉我。刚才对面三个人过来触发了一个石甲的反弹，如果说石甲那个反弹没有触发的话，我这边多